发现。
有铁轨，有船，然后呢，上面呢开始盖了很多人类想要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再来呢？哦，开始越盖越多，越盖越多。接着呢，人类为了要抢土地，就发动了战争，要把这些动物全部怎么样？赶出去哦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小蚂蚁在哭了。可以看书本的话，其实可以看到那个书上的动物，大象跟老虎都在游泳。因为呢，它本来住的漂亮的地方呢，变成现在这样，又觉得窝窝的，黑黑的，然后呢都冒烟了。哦，结果呢，动物，然后那个谁，小蚂蚁想离开了，大象跟老虎也离开了。还有谁一个？